好看完了美味的毛毛虫大餐之后，我们进到了 Indonesia。我们来印度看看。印度呢，I have eaten fried frog leg，which are not as itasty as chicken，but otherwise pretty similar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位作者呢，他也曾经到了印尼去呢，曾经 h a v e eaten half 加 b b 就曾经吃过这个 fried，就是油炸过的。 还记得我们说过分词可以当形容词来翻吗？这个 fry f r y 去 y 加 r e d 变成了分词，就是被炸过的、油炸过的。所以他也曾经吃过那些被油炸过的 frog leg，就是青蛙腿。frog leg 就是青蛙腿，所、就是炸青蛙腿。这叉、个、炸炸青蛙腿这道菜呢，which are not as tasty as 来这三个字画起来，是我们学过的和什么一样。 这个、AS、a s a s 分成和什么什么一样的 tasty，tasty 叫做美味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炸青蛙腿呢，虽然 which are not 它并没有 as tasty as chicken，它并没有像鸡肉一样这么样的美味。但是呢，otherwise，但是此外，它也其实 pretty similar，它的味道其实还相当的相似，相当的。 来写一下，相当的，相当的叫做 pretty，它是副词；similar 呢是形容词，叫做相似的。所以它们的味道其实 otherwise，此外，除此。 之外，叫做 o i v e r w i s e 它是副词哦。除此之外呢，它们其实大致上的肉质都是 pretty similar，它们的味道是非常一样相似的。各位也可以看到这个腿型，其实如果没有讲清楚，或者你没有看到这里的地方，没有看到那个指甲的部分呢，那个蹼的地方，你还是会觉得这是大概是鸡翅。口感就是像肉质，但是当然没有鸡肉的美味。好，所以和什么什么样，这个 as tasty as 是我们学过的哦，和什么什么一样。 好，记得这个 a s a s 中间要放的是原级的形容词，就是不能放比较级，不可以放最高级，只能够放原本的样子，原本的形容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前进到中国 in China，在中国呢，I have tried，他曾经试过一种 a kind of boiled fish，他吃过一种叫做煮过的鱼。 好，留不留意？留意一下这个 boil 的这个老师刚,刚也有教过，boil b o y 是水煮沸的，加上 ed 就是变成被动语态，被煮过的，被烹调过的。所以呢，在中国我也曾经尝试过一种，哎，a kind of 翻译成一种的，他也尝试做一种的 boil the fish 就是被沸水煮过的鱼。这种鱼呢，the fish was so spicy，这种鱼的口感是如此的辛辣。 以至于 that I feel like 我在吃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感觉像叫做 feel like。 好，所以、啊、I feel like it could burn a hole in my tongue。所以我在品尝这个烹煮过的鱼的时候，它的那个辛辣呢，如此辛辣，以至于我就觉得好像 feel like it could burn。这个鱼呢，是可以 burn a hole，是可以烧穿过一个洞 in my tongue，在我的舌头里头穿过一个洞。它是非常的辣，各位可以看看这一碗里面通通都是辣椒，非常各式各样的辛辣东西都放在里头。 And then we go to South Korea。接下来我们进到南韩。南韩 in South Korea, I have eaten live octopus。我曾经吃过一种，我曾经试过一种，这个 h a v f 加 P P，l i f e 叫做活着的。他吃过一种活的 octopus，叫做章鱼。他吃过一种叫活章鱼的料理哦。这种章鱼呢，the octopus almost，a l m o s t 叫做几乎。 这种章鱼在吃的时候，它几乎会 stuck to，它会粘在 stick to your w t h r o w 你吞的时候，它会粘在你的喉咙上，因为其实它还活着，所以它那个吸盘会吸住你的喉咙。好，when I swallowed，当我在做吞咽的时候，来，各位可以看到是过去式。当我那时候在吞它的时候呢，它想尽办法粘住我，这是正常的嘛？因为它也想要活命啊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stick stick，然后呢，它的 stuck。 Stuck，这是它的动词三态。Stick, stuck, stuck。它的搭配的介系词是 to，叫做粘在什么东西上。好，所以 stick to, stuck to，虽然粘在喉咙上，这种料理非常的可怕。待会儿我们来看看影片，是那个人家呢直接示范给我们看他们要吃活章鱼的这个影片哦，非常的写心哦。所以如果你会害怕呢，你可能就是眼睛稍微一直闭着去欣赏。 非常的可怕。